天天跟我做，每天一分钟。我一哥们儿是脑残粉，跑到长沙常年混迹芒果周边，签名合照一大堆，接触明星他说挺容易。一八面玲珑，明星空降需要人手，演唱签售会场展览都要找临时兼职，施展你的武艺攀上保安后勤位置，无需望远镜，各路明星近距离接触。二参团开挂，明星与粉丝常有互动，加入多个粉丝团后援会和团展混熟，大大增加见面机会，某某大本营的观众赠票粉丝团拿的最多。三如影随形，常去明星自己开的酒吧餐馆吃饭喝酒，去横店象山这些拍片地畅游一番，常年有剧组拍摄，能见到谁得看你的运气，没准还能和范爷在门口小摊共进夜宵。四选好职业，时尚杂志编辑、广告摄影、娱记，或者是景地把门、剧组打杂、机场地勤，不能和明星撞个满怀，也能挥挥衣袖擦肩而过。小妹妹，哥哥带你去见都教授。